T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说一个作家在家里面写作，好，不到单位来上班，但是他们的创作成果怎么样？对。然后因为我长期做这个工作嘛，我还真是比较了一下这几年以来他们的创作量。上海确实很独特，它有一个现象，这个在全国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跟整个上海文学的那种历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上海的很多作者他同时在搞翻译，因为像村上的写作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式的写作，对，但是在中国好像就变成了日式的一个。对啊，所以这里有个认识的误区啊，就是我们讲到村上，对吧，就其实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嗯，就是雷蒙德钱德勒。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有门槛的，你即使有钱你也不一定能见得到，是，所以你看这里他就想这个麦友长就想多了，他认为有钱就可以。那么这里实际上如果按我们现代小说的意识来讲，这个就是一个限制的视角啊。比如七零后的作家当中，你会在里面发现西方现代的这种元素，但是又有中国传统故事的元素，然后又有中国乡土的元素，这些东西正在杂糅。欢迎收听本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我是杨一。那今天我们在那个上海的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内部，这是过去的一个大宅子，有一股就是七十年代的气息，楼下有排练合唱在唱送别，对，是让我想到了那个就是姜文电影里面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们今天这边的这个主人嘛，是我们的李伟长老师。各位忽左忽右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伟长。确实如刚刚银良说的好，我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工作，掐指一算也工作了十几年呢，所以你刚刚走进来的感觉是特别对的，这个确实是一座有历史的宅子。当然从建国以后，它这里作为文学的空间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了，有大量的作家，知名的作家在这里，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有巴金先生啊，就是长期在这个空间里面工作和写作。巴金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对，没错，因为他在这里也充满了收获，充满了萌芽嘛，其实跟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也这些杂志也是上海文学的，这个上海作家的或者上海文学事业的非常重要的窗口。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你也介绍过，至今好像仍有一些专业作家在这里办公的。那没错没错，就是我特别愿意介绍一下上海作协675号啊，巨鹿路675号这个历史。在这个院里呢，就是比如收获、上海文学、萌芽，萌芽大家当中非常熟悉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哈，对，然后还有两本比较新的刊物，上海文化，它是一本理论批评刊物，其实它也已经创办十年的历史了，对，它是2005年以后好像是，实际上是2008年左右正式的创刊，2008年2009年的时间啊，到现在也差不多小十年，还有一个就是新创办的斯南文学选刊，没错，大概一两年的历史，没错，然后这本刊物就是甫一创世创办，很多人都很关注，是，尤其是它是非常漂亮的封面哈，每一期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很惊叹。我还记得拿到第一期，当时是那个粉底的黑字的那个，没错，对，设计个就是更接近于像我们会想到像《巴黎评论》啊、《格兰塔》啊这种，对，没错，实际上它作为选刊的一部分是非常有趣的。它里面有叙事，也就有小说，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很多打破边界的这种文体和内容，比如说他们会有个对读，这个对读也很好玩，就是就某一个话题，他会找到两篇相近的、相似的，或者哪怕是相左的这种观点的东西来进行分享。哦，这个对读栏目的话，非常
非常特别，用文本的方式来进行对话，来进行对谈。你刚提到就思南文学选刊嘛，它其实是一个给创作者的平台，上面发布的都是创作者的文学作品。没错没错，这跟之前的像上海文化这种就评论类的，还是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这么两本杂志。我记得当时在思南公馆嘛，那天发布的时候第一次拿到，对，我当时非常意外，当时2016年还是什么时候，这是纸媒非常衰微的一个年代，为什么会逆势创刊这么一个刊物？对，其实这个也确实有很多想法和很多历史。我们说纸媒处于 衰弱或者处于转型转变，当然跟新媒体也有关系啊，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关系。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我们在阅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或者说它的思想的质量更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期望通过纸质的东西来阅读。就通过互联网也好，通过手机也好，我们希望了解的更多的信息。对，或者说它的阅读难度没有那么大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一目十行的方式来了解。但实际上如果你关注更好的或者更有品质的东西，那么纸质阅读还是一个传统的，但是呢它还是一个有活力的，有生命活力的方式。所以也是令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和欣喜的，就是思南文学选刊以创办以后啊，它迎来的这种点赞率和关注度确实是在意料之外，但是呢想想也是在意料之中。当然这个跟他们的创办人是很有联系的，他们的主编社长是孙甘露先生啊，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哈，在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啊。然后他们的两位副主编黄德海和向进啊，他们俩就特别关注当下的现场，是，而且呢对什么是好的非常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力。对，所以说这个刊物出来以后，我们就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哎呦，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可能被我们忽略的，什么东西可能是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探索，你看它每集选的东西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在里头。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思南文学选刊呈现出来给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介绍这个院里面。对对对，你刚提到了像黄德海老师、向进老师，我知道他们两个阅读量是非常大的，这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创作嘛，会持续的保持这个关注。是，他们两个身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他们比如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是非常熟知的，比如黄德海对吧，然后对西方的那些很优秀的文明他们也是非常熟知，包括西方的古典学，西方的文学，然后还很有意思的像比如说向进，然后他对社会学还蛮了解，说他一直长期关注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就他可能会保持一个所谓打开的这种态度啊，什么东西可能是被进入视野的，然后他们会去关注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吧，好不好或者有多好，放在他们眼里面他们会有一个评判的标尺。对，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他们赋予的这本杂志比较独特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就中国的尤其是作家，就是80年代以后在国外是有一些批评的嘛，就是认为他们可能与世界的文学潮流融入的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讨论。新的作者因为通常大家很难判断，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文学是很难说有好坏的对吧。对，大家一个经典的观点是认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写得好你觉得不好，但是谁能够给一个很权威的，就但这方面似乎我不知道像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我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如果从我们作为一个批评者来讲或者做评论来讲，其实我们还蛮强调一个感受叫文学感受。不是说这种能力是先天的或者说是后来培训的也好，就你得承认有这种东西存在。那么这种文学感受呢在写作者那里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很多作者的作品放出来以后，如果从大众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喜欢和不喜欢这样的说法，这种直观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对于一篇可能是在我们常规经验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它有一点点探索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假如我不喜欢，那么如果说我不喜欢，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可能不好。那么在这个不喜欢和不好之间，那么如果说有一种专业的态度是来引读一下或者导读一下，那么它可能会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比较迫切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当前的这种刊物写作或者说文学状态，
他承受的经验可能是大家很多熟知的经验，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去进入他。没错。但是也有很多那种意志性的作者，嗯，就是他可能处理的经验跟我们的经验有点点不一样。是。对，那这种作者就怎么去判断他？对，就是他可能在一些写作的包括技巧上甚至结构上，他有那种尝试性的，对，文体，对，开拓性的一些，对，比如说文体是吧？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我们觉得一个很好的作者，他可能是一个文体，有文体意识的作者。没错，当然这个在先锋小说那个时候，就是说、怎么讲这个故事的哈。对对对 对。同样一个故事，你这样讲法，比如说陈以良，你有陈以良的讲法啊，我有我的讲法。没错。那可能别的作者有别的作者不同的讲法，那么在这种讲法当中，他如何被人注意的？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是。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真的当然是这个院里的几本刊物哈。当然上海文化那个刊物，因为有吴亮老师作为主编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也是一个很跨界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对当代艺术、当代文学啊、当代文学现象都是有非常自己独特独到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吴亮老师的文章，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的文字那是特别有气场的。那这是刊物，然后你刚刚讲的还有专业作家，确实我们这个院里还有一些专业作家，比如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就是比如说陈丹燕呐、小白呀、入内呀，没错。啊，周佳宁啊，任晓雯呐、姚鄂梅啊，包括王若虚啊，这些年轻一点的啊，就是滕小兰、学书啊，对，他们会来上班吗？啊，对啊，对啊，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专业作家的办公室。那当然，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创作嘛，对，所以他们不一定会长期来坐办。是，比如有会议啊，有交流啊，有对话，他们会到这儿来啊。对，但我对这个还挺好奇的，就作协底下的这些专业作家，他们平常的这个创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对，我们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说一个作家在家里面写作好，不到单位来上班，他们的创作成果怎么样？对。然后，因为我长期做这个工作嘛，我还真是比较了一下这几年以来他们的创作量。嗯。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说小环境。如果你十个人，或者十五六个人、十七个人在一块儿，这个小环境啊，会对这个写作者形成某一种。压力或者某一种提醒的东西、就是他确实他们的写作效率就是变高了、对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作家叫薛书，他现在是我们作协的副秘书长，然后也是我们创联室的主任，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专业作家，他曾经在一年的创作量当中，有一年他发表了48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嗯，一年呢、发表48万，也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写大概1000多字了、对，所以这个量是蛮大的。像我们基本上目前知道的这些作者，在每一年的创作量方面，都是让人很吃惊的啊。比如你说陆内是吧？是小白，对，滕小兰，滕小兰还有一个长篇小说，这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就是说《我的青春遇见你》，那个是他10年前的一个长篇小说，叫《城里的月光》，那部剧现在也是个火剧了，热播过啊。对，就是刚刚提到上班这个问题，就我挺有趣的，因为陈丹燕，你刚提到像陈丹燕老师嘛，他前年我当时在那个北京，在那个单向街文学奖上碰到他，他当时就是写了那个《捕梦之乡》，当时对拿了奖嘛，旅行小说，像这种小说他是没法在办公室，或者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其实是要到塞尔维亚那边去，对，他需要行走嘛，对，就是用我们这个所谓的方式叫深入生活是吧、嗯？就是他需要必须他是得在路上或者到达。他所写的那个目的地，他必须需要这些，没错。而专业作家，尤其是他可能坐在书斋里面是难以完成的，所以他必须得不断的在外面跑。对对对，他们其实就跟什么人类学者一样，他们需要下田野，有这种一手的这种，不然的话你就很可能只能在家里通过、看书、查资料的方法。没错，没错对对、嗯，一个人创作可能也是会枯竭的。对对，所以说实际上他们不上班，我觉得对，就不坐班。但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就是上班，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友好的东西、就是很好的状态。因为这些年就让你们刚刚讲的也了解的这些，其实上海的这种青年作家呀状态都很好，然后在全国的影响力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讲举的这些例子是吧，就是在每一代人，比如60、70、80这一代，上海都有在全国可以拿得出来的。对啊，就是说会一谈起就会提到的这些名字，对，是吧？这个可能也是一座城市的这个荣光嘛，或者说也是我们这样一个机构的这种，必不可少的啊，不然的话，你们说上海有谁
然后你问我，哎，我说哎，上海有谁有谁有谁，哎，非常清楚，对吧？哎，是，就我们知道，其实文学或者说艺术对于一个了不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即使是过去可能内地人常说的像文化沙漠的香港，嗯，香港依然有很多 的文化，不管他是通俗的作家也好， 对吧？其实你其实灿若群星的，对，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讲。你说香港当年那个野思先生，没错，这个是不得了。他作为一个香港的观察家 和那个和阐释者，对，哦，他写前段时间去世的人，刘玉创先生，对，对，那当然，当然，当然，这个确实，对，他年纪都那么大了，而且他是在后期才被挖掘出来的，嗯，对，这个就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中国，他大部分地区的那些比如文学爱好者或者读者，他们可能会知道上海文学，但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会提到上海文学，他们可能想到的仍然是一些就符号性的人物，比如说像王安忆，嗯，甚至可能直接跳到像张爱玲，或者再早就海上花那个年代了，嗯，对，就是这是不是会大众认知上的对那个上海文学的想象，是跟现在实际发生的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差距？在你看来，其实我是有一个感觉哈，我说这个，因为它毕竟是历史，没错，就没必要回避历史，嗯，对吧？就整个上海文学的历史或者海上的文学历史，它就是发生过。对，这个提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这个甚至说我们必须得提起，就是上海文学它有一个传统嘛，对，它是传统一部分，有个文脉的东西在，对吧？所以你刚刚讲的张爱玲也好，然后再直接说的比如王安忆老师也好，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十七年文学的像吴强啊这些人的都是上海的，然后巴老也好，对吧？包括像现在说的金宇澄老师，然后90年代的上海先锋小说，比如孙甘露，嗯，还当年也在上海的葛飞，对吧？陈村，陈村，对，就这一些其实都非常的正常。然后还有他们旁边的一群的理论家，对，比如说陈思和老师，比如王小明老师，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就是说这种判断其实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那他们在写作风格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就说刻板印象啊，比如中国人可能会经常认为上海的文学它可能会跟一种什么都市文学小资文学捆绑在一起，这个跟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更要说到历史了，对吧？就是当年的海派在上海，那个海派是什么意思？其实有过海派和京派之争嘛，从文学史上来讲，嗯，但是其实我们对海派一个判断，我说海派真的不一定是旗袍，不一定是咖啡，不一定是这种所谓的比较西式一点那种现代一点的生活方式，不是，海派两个字其实就是有容乃大。嗯，你看我们回到说30、40年代也好，就是上海作为出版中心，对吧？作为文学中心，你想那个时候的上海丰富多彩，是有左联，对不对？对，有孤岛，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中间的这种写作状态，也有什么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也有通俗的，它是个非常丰富的生态。是，所以说到海派的话，还真如果往历史一块梳理，我觉得海派是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反而现在是说海派慢慢好像被缩小了一点。对，这好像就是跟着90年代的一些，当时比如说像魏慧小姐当时《上海宝贝》啊，嗯，就这些出版了之后，它好像慢慢把人们的概念给固化了。对对对，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历史的成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海纳百川带来的一种，就是形成了后人印象当中的海派嘛。对，但现在感觉就是海派就是海派本身，嗯，就是有您刚才说到的一些都市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旗袍咖啡的这种印象，就是不是说上海的文学你觉得现在还有那种就是像30年那种就是五湖四海的那种包容性吗？对，像巴金先生他一个四川人，但是他在上海可以成为一个，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呀，一样的，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写历史的会有一个时间差在里头哈。嗯，比如你像现在我们说的很多作家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上海人，比如说陆内，对，他就不是，对吧？对对，然后他就是他现在成为新上海人一样，就是已经在融入上海了，嗯，然后姚鄂梅也不是，哦，姚鄂梅是湖北人，然后他是我们的专业作家，对不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比如说很多网络作家，嗯，非常大神的，比如说什么雪红啊、骷髅精灵啊这些的，他们都是个外来者。但是呢，外来者以后呢，他慢慢融入这个城市了，啊，然后你再去看他的文本，你会发现他的文本非常丰富，嗯，他不一定在写这个，比如说所谓我们的咖啡这种，不是，对吧？他，嗯，更丰富。然后还比如像傅约辉这样的云南的作者。啊，然后批评者就更别说了，像我们的张丁浩，
安徽人，对，张对啊，对啊，黄德海，山东的，向静，对吧？木叶，木叶是北京人啊，就我是江西的，对吧？就是来自各个各样的人都在这里，所以他非常丰富，包括周黎明也是，对吧？周黎明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研究者。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生态啊，或者说他的那种形式，慢慢的，其实很丰富。所以这个一个城市的文明或者一个城市的文学生态，它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会给别人一些概念化的想象或者意识，这个是没办法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北京，对吧？你像说的北京，你说老北京的写作还有吗？老舍式的，对吧？对吧？原来老舍式的，对。那么那现在呢？你看北京的也很丰富啊，比如有许泽淳，对吧？有杨庆祥这样，就是还有梁鸿这样的人，他但更丰富。就是我是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学状态，其实它越丰富越好，越丰富越好，它越开放越好。对，但他们好像就是群体之间也最终也会不自觉的就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文化氛围。是的，对。你看上海的青年批评家这个队伍是吧？人家一说，哎呦，那你们上海真是了不得，上海有这么一批年轻人集中在一块儿。没错，包括就是华师大出来的对经理啊，对吧？黄平啊，对吧？对。李永林啊，这些来引荐的，就是一批年轻的，就基本上就在作协，在高校，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很好玩的，我觉得这是上海文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媒体朋友，对吧？你看，没错，比如你们澎湃也好，对，见面，或者说上海书评，上海书评，对吧？然后你别说解放、文汇、新民晚报、文汇学人、文汇学人、新民晚报，对吧？就这一批人其实有很多很多是同时在写创作，同时在关注文学当下现场，然后同时在发言的人。是沈佳璐老师吗？对啊，沈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写作者啊，对吧？对，比如他写的上海的那些饮食文化，他就是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态。但然后呢，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上海的这种丰富性，我们有的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上海确实很独特，它有一个现象，这个在全国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跟整个上海文学的那种历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上海的很多作者他同时在搞翻译，同时翻译家，是吧？这个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啊，比如说什么周佳宁啊，对，黄韵宁啊，是，对吧？于是啊，哎，这些人都是他一边在写东西一边在搞翻译，比如袁小一啊，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现象实际上可能在全国就少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在做翻译的同时实际上所吸收的，那实际上是把很多比如欧美文学啊，或者说这个外来的文学的东西，他慢慢就介绍到上海，然后在他的写作里面他慢慢会成为自己的资源。对，他会把这个养分汲取过来然后转化成自己的创作了。当然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开玩笑，他说你们上海作家或上海评论家就不关心村子里的事儿？对，是其实不是说不村子里的事，就是说上海这个城市嘛，对吧？它有天然的这种地位或者说这文化属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讲，我说我们做事儿呢，就是说我觉得上海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伟大的城市，就是我们不辜负这个城市。对，会有这种，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村子里面的事儿嘛，因为他比如说关心了工厂呀，路内不就是，对吧？你说工厂青年这个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它新产生的一块那个其实非常巨大的群体，你关于工厂写作，其实你说中国，其实姚鹤梅也是，还有那个傅园慧，其实关心的很多都是比如城乡这一块东西，这就一点问题没有。没错，只是为什么会给别人的印象说上海的批评家可能更关注一些西方的东西。对，但是我们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说这个现代小说哈，这个你得承认现代小说它确实是个西方的概念，就是西方对这方面的研究，没错，判断理论实践，对，就包括它对整个的技巧结构的探索，对，它有很多的经验。对，那么我们这些经验我干嘛不用呢？是，对吧？比如说你说关于短篇小说，其实像什么契诃夫啊这些人，哈罗德·布鲁姆啊，是吧？对，巴比尔，包括像卡弗尔，他们除了在写作，他们实际上也做过很多研究。纳博科夫就别说了，对不对？对对对。那么这些资源，他为什么
不能用的。对，尤其是他们每年你像布克奖都在诞生，不停的诞生新的这些作家。对 对，对，所以上海确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和那个和全球真是保持某一个同步的东西。嗯，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跟一个就中国的语境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在于中国人说到中国和西方的时候，其实它的概念还是比较就传统上是比较狭隘的。嗯，就是一种北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就是他们谈到，当我们谈到西方或者当我们谈到外国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东西，就是外国是个非常广大的概念。是是是，澳大利亚的作家，拉美的作家，对吧，非洲的作家，日本的作家，这些都是相对于是外来的。但是好像我们会认为你关注外国的文学就是在关注一些西欧的文学。嗯，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这，其实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讲啊，我说这个很多这个西方的写作者，就不光你刚刚讲的，比如西欧洲欧美的呀，也还是拉美的呀，还是这样，他们很多作者在可能在他们本地，在他们本国，嗯，反而处于这种被慢慢人忽略的这种状态。嗯，但是在中国，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闪耀的，对，新的人群在出现，是吧？就很有意思。我上次去参加伦敦书展。就因为他跟我们上海国际文学周有一个合作嘛，上海书展，我就去那边的聊天，然后他们提到一个人，就他们自己的那个叫 V.S. Pritchett， V.S. 普利切特，嗯，啊，因为他刚刚在中国有本书叫我家姑娘回家时，让他们很多伦敦自己的读者就不知道这个作者原来是他们的作者，他们对这不熟悉，说可能处于被遗忘的阶段，是，但是我们的翻译慢慢。对吧，挖掘过来了。对对对，所以现在从翻译这块来讲，哎，真的中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呀。对，哎，这个错位其实是始终一直在发生，尤其是正好我觉得可能一个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这个出版业这几年其实还是挺繁荣的嘛。嗯，对，它的一个你刚说到其实文学领域嘛，那社科领域的话，其实像甲骨文之前就更是啊，引入了那个像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在中国就是大卖，嗯，之前就卖了大概150,000册，这不可想象的。嗯嗯，但是克劳利在他的本国在英国，其实他只能算是一个就是。他首先肯定不是一流的这种历史学者，嗯，然后他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不是那么知名。嗯，对，但这个彼得沃森也是，彼得沃森的那个思想史，对吧？对对 对，我们这里也是很受欢迎啊。对，所以中国的读者真是了不起，中国的读者就才这一块来讲啊，他那个整体的判断，对，整体的判断还有那种开放性，就很意外嘛。就是，很意外的，你看，包括你看我们对日本文学的这种接纳是吧，嗯？没错。喜爱和接纳，你看日本的各种作者，从纯文学也好，到通俗也好，对，到类型也好，你在国内，在我们国内的读者群就非常多了。森茉莉，啊，包括到田中芳树，就前段时间田中芳树来到中国嘛，啊，我还挺意外的，他居然是第一次，好像是到这边来，啊，就但他的这个读者对吧？对，你看我们东野圭吾的书的在国内卖多少？对对对，啊，对，包括像村上春树，我觉得他可能相当一部分的粉丝基础肯定是在中国的，嗯，中国 对，但是这个因为异界嘛，肯定还是有一些就这方面的一些隔阂嘛。因为像村上的写作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式的写作，对，但是在中国好像就变成了日式的一个。对啊，所以这里有个认识的误区啊，就是我们讲到村上，对吧？就其实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嗯，就是雷蒙德·钱德勒，嗯，钱德勒，对吧？对，就是钱德勒其实是可以说某种程度来讲啊，可以说是村上的老师，嗯，甚至说钱德勒的写作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村上。对，我们现在说那一本书，比较村上的最近的《刺杀骑士团长》，对，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书怎么写的这么枝蔓，对吧？就是啰啰嗦嗦，好像看上去那种感觉，嗯，为什么老是写着写着就写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如果你看过村上曾经为某一本书写过20,000字的长文的时候，那个就是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嗯，哦，我看过。哎呦，那本书你就会发现，对，村上的很多写作的就有来处啊。《漫长的告别》里面写这个马洛，对吧？侦探，一个私家侦探，然后这个侦探爱喝酒，啊，然后他人家开玩笑讲说他喝过的酒肯定比他破过的案子要多，对，他发生情感比他破过的案子也多，他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然后钱德勒在写这个人的时候，就把很多个人自己的想法就放在他身上，是。然后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他写出去了，对，铺开了，铺开了。然后完了以后，他再带回来，啊，他会有这种东西。然后他里面他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会非常细致的描写一些东西，就像村上会很迷恋这些，一辆车，对吧？一张碟是吧？然后甚至炒一个菜，一幅画，而这些其实写在钱德勒里都可以找到一些来处，嗯。但是呢，钱德勒可能就很有意思，钱德勒会告诉你，
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写的那么细致啊、他说那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紧张的情绪在。嗯啊，他其实这个从写作来讲，这个好像是有点违规的，是吧？就一个叙述者自己站出来说为什么这么写，对对对啊，这个说明在前头也是很调皮的人，是不是？就是他很容易，他说、哦、你们看不懂或者你们会错过这些，那他就告诉你，他说哎，只有在一个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注意到每一个人非常细致的过程，或紧张情况的某一个语境下，我去喝一杯水的动作都可能是变形的，嗯，都可能不会像我平常那样那么自然的去喝一杯水，嗯，所以说他经常会注意到人在一个极端状况下的一种表演的这种态度，或者表演的那种趋势，而这些东西其实影响了村上，是影响了村上。所以你刚才讲的其实说得很好，就特别对。就我们现在注意到这个村上老师把那都日本的一种写作方式，其实不是，对，他在日本就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式的一个写法、哎对啊，他就像法国之前去年去世的那个歌星约翰尼哈里戴嘛，嗯，哈里戴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坚持五十年在法国搞美式摇滚的人、嗯、但是他去世之后变成了法国音乐的，对对，中文的很多纪念可能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音乐、嗯、其实是有一点割裂，对，是、啊、是、啊、对，你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有这种共情嘛，就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文化其实都是在开放在不断的交换这种，对，就是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钱德勒是个类型作家，但村上我们通常很少把他看成类型作家。对啊，你看，就是也这里好玩的地方在于，就是我们说钱德勒是一个类型作家，其实从钱德勒自己来看，他可能就不一定这么认为。嗯，然后呢，他的同代人也不一定认为。这是后人的归纳。对啊，就是有，因为只他是他就是因为他写的是侦探小说嘛。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把他认为是一个类型写作者。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侦探是某一种类型，没错，但是从他自己来讲，就从他的写作方式来讲，这些类型都不只不过是一个壳子，嗯，就我在写一个故事，对啊，这个故事，但是呢我怎么写怎么表达我的故事，还有我故事里面的人物是什么样子的，那就体现了钱德勒的这种非常美妙的地方了。比如说钱德勒在我们还是举那个漫长的告别，马洛这个人对吧，他有段爱情故事，然后他里面会写到一句话，to say goodbye is to die a later. 那我们会直译，比如说叫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直译就很美了。就每一次告别，实际上就是自己身体某一块的东西，它其实就离自己而去了。对啊，会用这种东西的。那你说这样的话，在一个类型写作当中，或者说在一个纯文学写作当中，它都是非常美妙和精炼的话呀。其实无所谓去区分什么严肃文学、啊、还是说类型文学，对啊，就是说你不会一定考虑它是类型还是什么、嗯、就是你觉得它会写得好和不好。比如说你说东野圭吾，对，你看我们关注东野圭吾并不仅仅是他的案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他写的那些人物为了某一种东西那么奋不顾身、嗯、对，那么把自己完全交出去，是吧，对角色的一个挖掘。对啊，那你看那个嫌疑犯 X 的那个现身，他最打动你的不是那个案件本身，而是那一个人会为了自己明明知道我爱这个人，但是我不可能从他身上获得回应，我还做什么，是吧，对，这个东西是很动人的，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东西，所以你就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读者会那么喜欢这个东野，比如包括白夜行也好，然后也会发现就是其他欧美的读者也很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概念。就比如说关于东野圭吾说爱是一种信仰或者爱的启示这样的话题，在很多哲学家那里就讨论过，对，比如说克凯郭尔就有一本书叫什么战恐惧与战力，他就讨论过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他就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少年爱上了一个公主怎么办，你说这个少年怎么办，爱上一个公主，如果从通俗的角度来讲，她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对吧？除非她是一个童话。对。但是呢，他说对这个青年来讲，可能他就通过这样的爱，通过这样不可能没有回应的爱，他反而找到了自己，反而确认了自己，反而找到自己这生活的意义，就是说，嗯，对吧？他会有那自知的东西。那么你看，他讨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从文学角度来讲，在这个东野圭吾的里面，不是一个意思吗？抽象化哲学的一个思辨在里面了。对啊，就你讨论到最后的问题，可能就是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他用的是哲学的方式，我用的是小说的方式。就是大家对于文学的这么一个就好文学或者什么叫好小说的这么一个看法，其实你从中国来说，它跟过去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嗯、过去可能不谈现代文学啊，就谈传统的，像章回小说追求的是一个情节、嗯、叙事。而故事的一个跌宕，对吧，他可能对人性的挖掘啊这些方面就没有后来的一个
也很好玩，比如说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话本和拟话本啊，但是我们肯定绕不过去那个三一二拍这样的故事，嗯、对吧？对，李梦初。对，李梦初啊，这样，然后包括像冯梦龙啊这样的，对吧？对。然后我们讲一个很庸俗的这种故事，就是所谓的这个卖油郎独占花魁那一个小说，对吧？很多人很熟悉，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小说，你会发现这个小说里面很有意思的东西在，非常有意思。它是处于那一个说书人的底本，到一个模仿说书人的这种文本的创作，是它有说书人的那种样子在，但是呢，它又有那个创作在。就本来这是你的说书的那个段子，我模仿你这个东西，我来写一个文本，所以他那模仿的过程呢，又有很多小说写作者的那种经验在里头。那这种经验是不自觉的，就是那是因为我写着写着，哎，我知道这里该怎么处理，但是我可能没法告诉你这个是一个什么规则，比如是一个什么叙事啊、限制啊，这个是西方的理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很多写作者他有这种自觉性，比如说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那个卖油郎，他第一眼看见这个花魁。他马上一句很普遍的这种想法，哎呀，我要是能跟这个姑娘，啊，共处一晚，那我死也无憾呐。他说是这样的话题，但是呢，小说的美妙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把这个作为一个概念，他马上说，哎呦，如果我有没有可能做这个事儿？所以他立刻他回去的路上有一个翻来覆去的心理活动，他首先说，哎呀，这么美妙的女子怎么会成为青楼女子呢？你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这种伦理判断是不是？对，因为他置身事外，哎呀，表示这个很遗憾，是吧？但他马上第二个观念就来了，他说：“要不是在青楼，我又怎么可能见得到呢？”你看，他马上接到自己身上来了，是吧？对。那第三，他马上又批判自己，他你怎么能想这些呢？啊，你怎么能想到这些？那太庸俗了。但他马上想到自己，他说：“我一个卖油的人。”我赚几块钱呢？我还想这个。你看他的心理活动反反复复。对啊，但是他马上又一转，说不就是钱吗？不就是听说钱能搞定这些事吗？对吧？只要有钱，我就可以见到他嘛。啊，但那时候我就赚钱去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在当年的这种青楼的所谓的那种头牌，它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这种交易者，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的对谈者，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有门槛的，你即使有钱你也不一定能见得到，是，所以你看这里他就想这个卖油郎就想多了，他认为有钱就可以，那么这里实际上如果按我们现代小说的意识来讲，这个就是一个限制的视角啊，他只是在说自己的事情，是吧？他实际上完全不知道，你即使有钱你也不可能，然后呢事实证明确实他光有钱是不可以的，对，不可能的。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你看这样的老早的传统的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写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他有意识吗？他可能不一定很明确的意识，但是呢，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去。对，这可能就是个人经验，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就投射到他的创作内容上去。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面对那些传统的文本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啊，确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聪明。但据你的观察，就是说因为现在像斯坦文学选刊，他关注很多新的作者嘛，对，尤其年轻一代或者中生代以下的这么一些创作者，嗯，你觉得他们的一个现实中的来源和那个文本上的来源，就是技巧上的来源，通常是从哪来的呢？对，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些思想的来资源和那个文本的资源。我现在也慢慢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能说一种现象或者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更年轻的小说写作者或者作者，他除了原来是像比较完全交出去的向西方的那些学者学习，对吧，那些小说家学习，但是现在呢慢慢慢慢的开始在有意识的形成和创造就他们这个时代的或者他们这一群人的某种写作风格，比如说用如何用现代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故事，处理中国的经验，因为你想比如说不可能每个城市都像上海或者北京或者深圳这么国际化，对吧？对，它大量的城市它有中国原来的这种伦理和一些现代的伦理同时杂糅在里面，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丰富的东西，你如何用文本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那个现在的小说家的那个就六七十年代，比如七零后的作家当中，你会在里面发现西方现代的这种元素，
但是又有中国传统故事的元素，然后又有中国乡土的元素，这些东西正在杂糅，它可能某一天会发生一些新的完全在我们意识之外的东西。这个樊哙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啊。对，有人问我，他说你觉得樊哙好在哪儿啊？我说好，就一句话我就可以说清楚这个问题，我说至少可以把我的观点说清楚。樊哙就是一本有中国传统叙事因子的现代城市小说。嗯，这个太难了。以前我们总是想，你能不能把西方的东西和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结合呀，创造一个文本啊？现在就有了，《繁花》就是。你可以发现那里有很多现代的小说的元素，但是呢，它又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的风格，那种对白，那种讲书人的方式。这个讲书人在西方不就是叙述者吗？对啊，西方的语言叫叙述者，我们就在说书人呢啊，来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那我讲的故事，你听到的是故事，但是那些高明的读者听到的就是。这个叙述者再讲了一个故事，嗯，那这个就繁花很美妙的地方，嗯，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未来啊会发生新的完全不一样的，或者在我们的经验之外，但是我们又可以理解的那东西。嗯，但是你觉得，比如说新一代的写作者，因为去年的时候，当时澎湃和复旦做了一个那个非虚构的工作坊嘛，嗯，正好招了40个第一批学员嘛，就是我当时也在，当时是那个王安忆老师，就是讲了一上午，他当时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讲他在80年代去到，比如说去到纽约，比如说他那一代的创作者，其实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里面，他们能在路边的电话亭里面见到像陆坑。过去老的非常有名的记者，对吧？对，他们跟陈丹青他们在纽约的那种文学圈里面很容易见得到，但今天的话很难了。今天我们去到纽约，虽然人变得更多了，你想见到一个陆坑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对吧？嗯，而且他们那代人，比如说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巨大的一个社会变动，经历过改革开放从无到有的过程，他的一个生命的层次感，对生活的体会，其实是要。相当深的，而且这个可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嗯，那我们比如说新一代的85后90后，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会稍微就略显平淡了一些，就浅了一点？我是这么判断的哈，就是你如果这么纵深或者比较的话，你确实只能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嗯，就每一代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对，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叫现实，什么叫生活。如果说老一代的作者，可能他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时代切得非常近，对，就是他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某种同步性，没错，知青啊这种，对呀、啊，就他的社会生活建构了他个人的生活，对吧？嗯、你就无法回避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重新怎么看待这个生活的问题呢？那恰恰是因为现代的这种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他可能处于这种离合的状态。嗯，我们不是一定要说分离啊，不是说分裂，不是这没有这么夸张，就是离合，就我在其中，但是这个生活也没有建构我的个人生活，就是你还是有选择的。对啊，所以我就说现在生活发生了变化、嗯、你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现在非常的丰富，看上去它很平淡，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当一个社会化的东西慢慢向日常过渡，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日常了，就是日常，其实这就是相对来讲，它没有战争啊，没有大的这种事件，对吧？没有更多的这种社会的运动，然后它进入更平缓的状态。那进入更平缓的状态以后，我们经常会被这日常所迷惑，因为日常无非就是重复嘛，对吧？每天都上同样的班嘛，大家都经历同样的事情嘛，同质化这种。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往往越是在这种平衡的状态或者平和的状态下面。个人的经验，个体变得异常的不一样，我和你太不一样了，对，我和你也不一样，你和我也不一样，我们的经验都不一样，我们的情感经验不一样，没错，我们的来历不一样，对，我们的阅读不一样，对，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那这个能不能说是我的生活呢？它可以产生更多的个人化的视角。对啊，我只是说，就是说他的关于对生活的这种定义或者感知它有了变化。是，这个是随时代而变的，也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很难看到像早一辈的这些人会，比如说集体的全民都读一本书，对，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对，现在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的一个场景在了嘛。对啊，这个我也觉得这是好事儿吧，对吧？对对对，就像那个，比如说，有一个作者叫帕蒂·史密斯，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只是孩子》。
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所谓的朋克教母嘛，然后他跟那个 Bob Dylan 啊，还有很多罗伯特啊什么的，他非常非常熟。然后他当年呢，在纽约的时候，切尔西旅馆嘛，对，切尔西旅馆是一个文艺的那种所谓的非常著名的这种空间，嗯、很多的艺术家都在那里头。美国六七十年代非常丰富的一种代表性的东西，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大量的青年艺术家围绕在那里面，然后短暂的燃烧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可能就四十岁不到，三十几岁就过世了，但可能留下了很好的作品，画、电影，对吧？然后装置艺术，然后还有一些诗这样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现在美国那么简直就是沙漠了，嗯，是吧？真的，那你说美国那怎么可能有以前的 那样的人呢？对，那只是说就是美的生态不一样，但美国现在也有美国现在的不一样的方式，对吧？是，所以我也只是说，就是社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野美。在未央阁的催眠声中，多少人为他回忆梦前，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经营一点小小的甜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究竟是谁比较像谁。那朵校园中的美，是否可能种在我眼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小童在台湾的消息，我想起从前的一切，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位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你们又再度流下同样的眼泪。哦，多么美好的感觉，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多么盼望你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林野美，吴宝生和童小贤，为我唱完这未央的心愿。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
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那眼眉，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同小鞋，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